我现在给你一个 six one two three。IPSS 国际巨星小 S 徐熙娣本身就是一棵摇钱树，生的三个女儿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。大女儿 Ellie 是保养品牌代言人，一张厌世脸更是时尚杂志封面新宠儿。二女儿 Lily 日前也和小 S 出席彩妆品牌活动，近日连古灵精怪的徐老三 Alice 也和妈妈一起拍广告接代言啦。许氏三姐妹心经功力堪称新二代之冠。厉害！好了，没来。好了，谢谢。酷的，另类的，对。哇塞，那眼神不得了。哦。好，大帅可爱。虽然徐老三的不按牌理出牌常让小 S 很头痛，但小女儿遗传她的机灵和活泼，完全就和她一模模一样样。她就是你的翻版，妈，你自己说我根本不是这样的孩子，对不对？哎呦，那你太高你觉得。徐老三天生的表演欲也和妈妈如出一辙，想必也是一棵很厉害的摇钱树。夫人帮我切。你公主病啊？姐是天后。哪天动？宝贝，好吃吗？拜托我才吃。宝贝，谁是 super star？ 当然是我。你又不好，谁最好 ？S 姐最好。妈，你是天后 star。